我是耿，看看我现在在哪里。他 UC 喇嘛大学学院耶、yeah, 我今天是大学生。时隔两年，我的街头访问终于回来了。但是这次我们就不会拍什么科技产品，这次我们的主题就是你全身上下淘宝到底值多少钱。那为什么会突然做这个主题呢？就是原因我前几天跟我一个 friend 聊到哦，他每一个月可以在淘宝买衣服裤子哦，买到上四位数。所以我就很好奇，现在的人到底全身上下有多少东西是在淘宝买的，然后又买了多少钱呢？哎，我们现在就出发了，大学生们，我来了。早来一圈以后，各位，我跟你们讲一个坏消息，喇嘛全部里面没有人。有学生，有学生，可是他没有出来，怎么办？我可以进去吗？我这样子很像变态，我在等他出来。哇，真的是轰撩撩哎！同学，你们在哪里？因为 sand break 的关系，我们来到了 Bukit Bintang， 我们这边才看到比较多人。OK， 我们现在就努力。钟先生，我们去旁边，我们去旁边。开课。可以可以。你是你今年几岁？十五岁。十五岁。啊，我十八岁。十八岁。我昨天刚过完生日，我今年24岁。这样你现在全身上下有哪一个是淘宝买的东西？对，40人民币。还有吗？没有啊。包包哎，就是大概30多块。噔噔，全身都是，这个是，这个是，这个也是，全身上下都是淘宝的衣服哦，裤子、项链、手链、耳环。这个衣全身上下都是。全身上下，你这个衣服你记得多少钱吗？应该是19块啊，衣服也是淘宝买的，然后大概30多块，嗯，也是大概10到20块。啊，这件，97人民币。裙子的话更便宜，可能50多吧，50元。鞋子好像更便宜，30。只有这个吧？目前是这个，因为我还有很多淘宝在，已经是在家里了。你通常是淘宝买什么样的东西？衣服多，现在我比较注重fashion，买那种家具啊，是在屋子，就是在家里用的东西。哦、oh, ，OK， 这样我很少买这种身上穿。你在淘宝都是买家具的东西？对，除衣啊服饰会比较少，衣服大概50人民币，项链100多人民币，然后裤子70多人民币，还是40多，包包应该是30多，裤子的话60多，项链就比较便宜哦，十元以内。衣服80多吧？80多马币。马币。包包应该是50-60这样，50-60，然后裤子应该是120这样，120，衣服大概是这件很好看，30，耳环大概是10多20，这个的话这个比较便宜，就是10块以内好像，小裤子这样200多，200多元啊，两个加起来啊，这样一 set 啦，200多，你会趁着 promotion 的买啊，还是你是看到喜欢你就买？好，看到喜欢就买。这样你有没有听过大码299包邮？有，就是买上299就包邮啊，等于是啊，对，就是你买满299就直接送来马来西亚了，是吗？对，就不用付运费哦。对，现在还是免海运，然后你加一点点钱就变成空运这样子。那你们要不要猜一下我今天身上我穿着这样的东西啊？哪一个是淘宝的？衣服、水罐、鞋子，很明显哦。你要猜猜看，我现在全身上下哪一个是淘宝买的吗？我觉得全部。啊，对，都对啊，都对啊。其实我全身上下都是淘宝买的哦。这水壶送给你们，是跟你一样的吗？对，跟我同款的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恭喜你。然后你跟我同款水壶啊。我的耳环是淘宝买的，16元，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宝石类，所以我就选这个，然后还有一条东西。然后我的项链也是淘宝买的，这是22元。项链这个是2层式的，就是一层，然后配两条，就是看起来比较多元素一点，比较金属感。然后这个裙子68元，不规则的裙摆。
它这边哦做了那种抽绳的设计哦，所以它看到好像里面有一层网纱，外面有一个布，然后整个就是有那种把身高拉长的那种感觉，不规则型。这个呢就是刚才送给大家的，这个是44元，有送这个 3D sticker 的。还有我的鞋子，好多人没有猜到我的鞋子，他们一直以为鞋子是在那种大 brand 买的，其实也是淘宝买的，158元。除了手表，我全身上下都是淘宝加的，而且这个是299包邮的哦，直接免运送到我的家。好，今天的街访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太热了。那总结来看哦，其实我发现女生比男生更爱在淘宝买东西，尤其是17岁到20出头的人，而且哦，他们用很少很少的钱就可以搭配出这么好看的穿搭，哎。潜力股。好了，既然今天是淘宝特辑，这样我刚才也一直提到299大码包邮这个东西，我发现很多人还是不会的嘞，所以今天就来大致的教一下怎样可以299包邮送到你的家。看到这排蓝色的字吗？满299大码海运包邮，就代表说，看啊，我才订，我就买超过299元了吗？点击结算，这物流方式，官方只有海运。0.00，看到吗？直接不用运费， free 送到你家门口哦。但是如果你觉得海运不够快，你想用空运有包邮吗？有，但是要加一点点钱就可以空运直邮了，看到吗？价钱那边会直接 discount 的。这样力霸到了吗？是时候买了。另外 Lazada 也有一个新玩法，就是说你只要用 Lazada balance 去给钱的话呢，首3个订单可以去到任务中心去领取 wallet bonus， 而且这个是优惠有钱，先到先得的。另外配合淘宝绿吧这个节日啊，还有新人 trial pack 啊，天猫跨店满减啊，还有 Lazada 钱包刷卡优惠等等，反正就是非常非常多 promotion。最后给个我专属的 promo code， 你 KIT BY 99，满450元就扣45元哦。更多详情就看我标题吧。好，今天的街访就到这边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